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及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33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16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1时48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夫等11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23人，请假委员许淑华1人，列席官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施仁杰及所属人员，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次会议有委员林委员德夫等12人提出质询，委员许淑华、林维洲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一案，照案通过。宣读完毕。上请问各位委员，上次我等一下我们才能确认那个议事录哈，要在场要有3位的委员。好，我们下个议程哈。现在没办法进行，可以先可以宣读那个修正动议。现在这个你在讲，现在介绍列席官员。对，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列席的官员。以及在场的委员，在场现在目前有我们顾立雄委员，那法务部由政务次长邢泰昭邢次长，谢谢，请坐，不用敬礼。法务部检察司司长林邦良林司长，不用敬礼。法务部检察司检察官蔡佩玲蔡检察官，谢谢。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副处长单培祥单副处长，司法院刑事厅法官林海祥林法官，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代主任黄俊泰黄代主任，国家安全局第三处专门委员许修齐许专门委员 ，OK，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吕春长吕副局长。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专门委员陈守汉陈专门委员，国防部法律事务司人权保障处上校齐成瑞齐上校，经济部商业司专门委员胡美珍专门委员，谢谢。中央银行金融业务检查处长胡雅生胡处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事务处科长罗维珍罗科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副组长黄席和黄副组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法政处研究委员何达人何研究委员。今天是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资恐防治法》草案案，本会已于上一次6月6日本会及第30次会议就上述法案已经询答完毕，并决定另定期继续讨论。好，再来。张家。对，下进逐条讨论，先确认一次。好，现在。周春米委员也到场了，我们就先确认上一次的议事录，请问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那我们议事录就确定。现在我们开始进行逐条讨论，如有修正动议，就宣读修正动议。没有，目前没有，好。有修正动议吗？好，请宣读修正动议条文。第三条，行政院为督导我国资恐防治政策研议法案审查计划审议及业务督导机关，第二项序文之第一款至第七款提案条文同，另增订第八款为其他经行政院指定之机关。第三项与提案条文同。
第六条第一项序文修正为：主管机关依职权或依被制裁之个人、法人或团体申请，经审议会决议后，得为下列措施并公告之：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均与提案条文同，另增订第五项为：被制裁之个人、法人或团体不服主管机关依本法指定为制裁名单或依相或为相关措施公告者，得依行政侦重程序提起救济。第十三条，为防止国际性之资恐行活动，政府依互惠原则，得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签订防治资恐防犯罪之合作条约或其他国际协定。第十四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提案人柯建铭、尤美女、顾立雄、张宏禄、周春敏、林维洲。这个没有。哦，刚刚委员又送上来一个修正动议，但是还没有印好哈，等一下我们印好再处理哈。好，刚刚的修正动议已经宣读完毕哈，请问各位委员哈。我们现在可能要从头开始，然后啊。这个修正动议是不是先处理？不是不是，还是这样。有直到这一条的时候再处理修正动议。念过了哦，但是到条文的时候才，好、哦、参照这个修正动议。OK。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哦要从头开始哈、哦，所以我们从那个草案的名称开始。资恐防治法，这个对对这个名称，大家有没有？我先没意见吧。各位委员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这个名称，然后资恐防治法。开玩笑说这是资金恐急防治法。这要列入记录吗？不要，好，这不要列入记录哈。好，针对这个名称，我们就照这个照案通过。现在条文第一条，没有修正动议。各位委员，第一条我们没有其他的修正动议，是不是照行政院的版本的条文通过？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照行政院版本通过。第二条，本法是主管机关为法务部，应该也没有什么争议啊。好，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第三条的部分有修正动议哈，就是刚刚我们。宣读完的这个修正动议，请问法务部这边有没有不同意见？因为这是委员的修正动议，没有，没有。好，没有的话，法制局，我们立法院法制局有没有不同意见？报告委员，那个第三条的第一项，因为他在后面四个字已经有督导机关了，所以第一个督导是不是建议他把它删除？也就是说，变成行政院为我国资恐防治政策研议。法案审查、计划合议及业务督导机关以上。各位委员，这个有没有不妥？行政院为督导，同意吗？看法务部。同意哈，可以去把它去掉哈，再修正了哈。对对对，是有这。好，好，删掉第一项，就删掉这个第一行的这个"督导"两个字哈。好。其他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修正通过。对，照修正动议通过，照修正动议修正通过啊。好，没有。第四条有修正动议，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那个，要先读是吧？
我们是不是这一条先暂缓一下？我们先看第五条，第五条有没有修正动议？没有修正动议，我们是不是照这个法务部的提案通过？好，我们就按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五条哈。第六条的修正动议是在前面的这个宣读过的这个修正动议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条的修正动议，请问行政院这里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法制局。第六条的修正动议，因为已经把最后一项调整到新的修正动议还没有发，所以第六条是不是应该还是照原来行政院的版本才对？请法务部再确认一下。他的意见说照提案条，那请法务部看你的意见。嗯。我们第六条的是新政府，我先来宣读。好。那个第六条因为牵涉到新的这个修正动议，所以第六条我们就暂缓，我们先来宣读新的修正动议，请宣读。第四条第一项序文与提案条文同，第一款修正为涉嫌犯第八条第一项各款所列之罪，以引起不特定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目的之行为或计划。第二款及第二项与提案条文同，未修正。第八条第一项序文修正为：明知他人有实行下列犯罪之一，以引起人员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目的之具体计划或活动，直接或间接为其收集或提供财物或财产上利益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第一款末段增订修正为：对于公务机关之电脑或其相关设备，犯第358条至360条之罪。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二项与提案条文同。第十三条。不服主管机关所谓之公告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第十四条，为防治国际资恐活动，政府依互惠原则，得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签订防治资恐之条约及协定。对于大陆地区、香港或澳门之资恐防治，准用前项之规定。第十五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提案人顾立雄、周春敏、柯建明宣读完毕。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回头到第四条哈。第四条的这个部分哈，请问法务部针对委员的修正动议有没有不同意见？法制局关于第四条的修正动议，我确认一下，第四条的第一项的第一款那个严重身体伤害，刚是念严重身体伤害吗？对。那严重身体伤害，因为在法制作业上、法制用语上比较没有这样子用，是不是用重伤？法务部这边看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各位委员。他说改成严重身体伤害，改成重伤，在法律用语上面有死亡或重伤害还是重伤？所以法制局的意见是改成重伤。重，他说死亡或重伤，因为刑法第十条的第四项是重伤啊。OK， 好，那就改成重伤。好，我们这个修正动议再修改哈，在。第一项第一款第三行哈，第四行，对，第四行哈，严重身体伤害这几个字改成重伤。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第四条就按照修正动议的条文修正，然后通过。好，第五条
刚刚已经讨论，已经通过了哈，所以是第六条，所以第六条的修正动议是新的吗？是那个原来柯委员的那个对原来的这个修正动议，那现在是因为最后一项，最后一项在我们的另外一个修正动议里面的第十三条已经有规定了，所以可能不要增列了，这样。在十三条。好，所以第六条的最后一项，啊，这个有做记号的那一项就是把它去掉嘛，哈。不予增订。不予增订。这个会放在十三条那个部分，所以针对第六条，除了最后一项之外的修正，大家有没有法务部有没有其他意见？嘿，是，对。针对这个第六嘞，可能要上要去那边讲哦，哎，这个才方便录音啊。哎，报告主席啊，法务部有一项意见啊。就是第六条，它的这个前段啊，第一项前段啊，主管机关依职权或依被制裁之个人、法人或团体申请，经审议会决议后，得为下列措施并公告之。那我们是建议啊，那个法务部是希望说，依被制裁之个人、法人或团体这部分把它删除啊，理由啊，因为这个如果名列。依被制裁之个人、法人或团体的话，把它名列进去的话，那其他的第三人哦，就等于排除掉了。那因此，我们还是希望依照原文哦，主管机关依职权或申请，这样的话，那第三人也可以申请啊，这样的话比较清楚啊。好，谢谢。法制局有刚刚法务部的意见，就是我刚刚讲的第六条。就是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因为我们本来加的最后一项已经移列到第十三条的新的修正动议，所以第一项也跟着不用调整，就完全照行政院的版本了。是，以上。各位委员没有意见，就是这本条就不用修改，不用再修正了，就依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就可以了。好，所以第六条我们就依照行政院版本通过。第七条的部分有没有修正动议？第七条的部分我们目前没有修正动议，我们按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第八条有修正动议，编号二的修正动议。好，来，我要看一下。好。法务部手上有第八条的修正动议，有没有不同意见？也是改成重伤。第一项第三行，严重身体伤害这几个字改成重伤。法制局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意见。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照修正动议的条文修正通过。好，第九条有没有修正动议？没有。第九条没有修正。好，法制局。报告委员跟报告主席委员，那个第九条的第一项的第三款哦，它是写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行为或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我们读起来，这里在那个而恐吓公众这边是要加个而有恐吓公众，加个有，因为它的重点是有这样的行为或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需不需要加一个字会更清楚一点？以上。有，改成有就好。而有恐吓公众，那只有改，如果这样的话，有就可以了，有恐吓。那你如果有后面好像又少了字的感觉，而有这些
行为，有各位委员，这个有差别吗？法务部有没有意见？你们真的法律条文的部分是而还是而有恐吓公众？好，各位委员没有其他意见，是不是我们要照修正？我没有修正动议，而是针对就行政院的版本，然后增加一个字，而有就是第一项第二款第一行后半段，而有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哦，这哦，对不起，哈，第三款哈，第三款啊、哦，第是这样，第二款它是以什么什么？第二款也是以犯什么是罪而恐吓为其设立目的嘛，哈、哦，就是它这个是设立目的。第三款的意思是说，他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了，然后呢，他去。而恐吓了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一样啊，机构或国际组织行为。前条第一项之罪，他的第三款讲的意思应该是已经是犯了这个罪，而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这个确实，那个华部能不能解释一下二款跟三款的差别在哪里？好吗？四条第一项，没有这两款写的是不一样，对，一定要一起改，对。请法务部说明一下啊，这好，先研究一下再说明吧。啊，各款，好的，所以是局才会建议说要加个有，有这个计划或行为。好，委员啊，法务部报告，这个他九条第一项的第二款呢，是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恐吓啊，这个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为其设立目的。之团体，它重点是在目的啊，哈。那这个第三的话是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行为或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它这有计划跟行为啊。因此，我们本部研究啊，觉得加个有啊，这个也赞成啊，就这个意思。对啊，刚刚顾委员好像是问说第二款、第三款到底有什么差别啊？我还是听不太出来哈，那个，因为他这个条文里面有一个设立的目的啦，所以他重点是重在目的。那这个第三款里面哦，是行为跟计划，他是重在行为跟计划。那个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没有，就是第八条。对啊，就他犯了
第三款所讲的是指他只是计划 或行为，还是那他到底是犯了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了没有？应该是犯了吧，看起来好像是犯了。下列个人，我们这个好像要先看第八条、第九条，它有不同的罚则，是针对不同 的犯罪行为或是对象。是。好。是，哦，这个第九条跟第八条好像 有一些是重复的，是不是？这个请法务部说明，哦，第九条、第八条，哦，因为第八条是，哦，我们先看第八条是说为，就是为自己或他人，哦，就是提供财物啊，为自己或他人实行下列的犯罪，哦，包括自己，啊，或是他人。那個，对，我的理解是说第九条他 有一种人是他被指定制裁了嘛，对不对？那你还资助他嘛，所以就五年以下嘛。嗯，那第二款是说他是以这个作为设立目的，那你去资助他五年以下嘛。那第八条讲的是说他要去，他已经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或活动了，他要去实行这些犯罪来达到恐怖活动的这个目的了，那你去资助他，这个时候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那这样的话，你的第九条的第一项第三款在讲的是跟第八条有什么区隔，这可能要能够让人家理解，哦，不然的话看起来第九条的第三款跟第八条到底不同在哪个地方。因为你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已经是犯了这个各罪了，各款之罪了，然后去达到恐吓的这个行为或计划了，那这样其实跟第八条是一模一样的。嗯，这边也有啊。嗯，鹅啊，嗯，就是一样。对了，哦，这个已经第八条已经修掉了，哦，是不是？好，好，对，对，次长或市长，这看起来是这个。哎，要说明一下。委员报告一下啊，
这个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哈，它主要它资助的对象是个人、法人或团体啊。那第八条，感谢委员啊，跟我们已经有第八条有修正过。对，就委员那个感谢委员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这个指导啊。这第八条里面所的对象是具体的活动跟计划，所以两个是这个范畴是不太一样的啊。哎，谢谢。第九条的第一项第三款的那个个人、法人或团体，到底是要到什么程度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啊，这个我们本，我们研究了，大概这个两个，这个可以这样来稍微解释一下了啊。比如说某慈善团体啊，他假借慈善之名，事实上所行啊，是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啊的有这些行为或计划之实的话，那么这个慈善团体用的啊，就是九条第三项，第一项第三款啊。但比如说有某个单位啊，他比如说。啊，他是计划说要，比如说要是对我们这个恐吓公正或胁迫政府的这个具体计划，比如说要去炸掉我们101了哈，他有这种具体的计划活动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适用第八条啊，就是我们当时设计是往这个这样方向来走啊。慈善团体，刚讲的慈善团体来。行恐怖之实，那不就落入第二款吗？第九条第一项第二款。那如果照委员这样，这个刚委员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种情况的话，他应该是那个慈善团体当设立就不是慈善团体，他就是以暴力为组织的为目的的这个组织的，但是他是以慈善为名啊，行这个恐怖活动之实的话，这个团体的话，那用第三款。啊，这当然，他说我刚开始设立就是以这个为目的的话，那就是以第二款了。我当时设计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是这样解释，那第三款是不是前面也要以犯前条？是不是前面要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已经有行为跟计划了，所以用犯啊，因为前面是目的，他还没有真的行动了啊。那这边是已经有行动跟行为跟计划了，或者说活动了，所以我们就用犯了啊。落入到跟第八条一样呢？团体还是不太了解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跟第八条的区别。嗯，我说还是不太清楚那个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这个罪跟第八条的区别。好吧，那这样好，这样我们请当时那个这个草拟的承办人来跟委员做个说明，可以吗？好，您直接跟委员报告一下。是，报告委员，谢谢委员点出这个问题。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它在第九条范围内，它都是恐怖组织跟分子，所以现在某个团体，它在一开始设立的时候，它就是以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为它设立目的，会落在第九条第一项第二款。但是如果它设立的时候，譬如说它是以慈善团体的名义，实际上是在
有这个行为或计划，那我们去资助他，其实是资助团体本身，我是资助这个慈善团体。可是如果这个慈善团体他的某个计划，我特别针对他这个计划，我并不是长期的在资助这个慈善团体，就是假的慈善团体，我是针对他某个在101的计划来资助的话，那是第八条，就是我是资助活动本身。可是如果我是资助团体的时候，他可能都还没有去实行，他只是有行为或计划，那但是他假慈善之名，那就在第九条的第一项第三款。你现在两个刑责不一样嘛？你现在那个第九条的第一项第三款到底要在什么阶段？如果照你这样讲，他也是要有一个行为或有一个计划嘛？那你去赞助了这个团体嘛？你的意思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他也都已经有这个行为或计划了，为什么他是五年以下？那第八条也一样是有这个，也一样有这个行具体的计划或活动啊，那就七年以下，这两个到底差别呢？报告委员，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它还是针对个人、法人或团体，所以它有具体去实行了，会有具体这个计划。如果我是针对计划本身，还是会回到第八条。但是如果我是针对这个团体、个人或法人，我还是会放在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所以他的看是我的资金有没有资金有没有绑连接到一个特定的具体活动本身。恐怖。你这样的话，既然是你要这样子区隔的话，那是不是就是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而达恐吓政府之目的，然后你到底要不要他到达他有具体的计划或活动啊？报告委员，第三款不用，第三款他的情况只是跟第二款做区别，就是说他在设立的时候，他本来就没有是以这个目的做设立，他只是假慈善、宗教或者是任何的名义，实际上他要达到跟第二款一样目的的，只是要避免。对了，你不要一直重复你的那个见解。问题，你的文字完全看不出来什么假慈善之名行什么，我马在，但你的文字完全看不。谢谢委员。不是啊，你现在是阶段，你在第三款的阶段到底要在什么阶段啊？你要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才可以改文字嘛，不然大家完全不了解你要规范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现在随便讲，它是一个某慈善团体嘛？对。那他就是一个慈善团体嘛？那你认为你要到达什么阶段，你才认定他是一个恐怖团体？他做了什么事？你要不要这样子思考，才大家才懂得你的意思？他是一个慈善团体，所以呢，然后呢，他在什么阶段会被认为变成实质上是一个恐怖分子，他在什么阶段？啊，不然他都没做事情，你怎么会认定他会是恐怖团体嘛？因为他就是一个慈善团体嘛，对不对？他不是，不要随便举例子，万一，他就是说，你现在认定是某 A 慈善团体嘛？那他做了什么，达到了你被认为你不可以去资助他的一个阶段嘛？到达什么阶段？他做了什么事？要
贵啊，这个是要犯前条第一项是各款之罪啊，已经要犯这个罪才有啊。对，如果你纯粹按文字看是这样子吗，就是指说他已经要去犯了，已经犯了那个罪了，犯放火罪啦，什么、啊、什么什么罪，第几条第几条？但是如果你听他的口头解释，他不是这个意思啦，对不对？你不是这个意思嘛？应该是这个意思吧？这个不管第二款、第三款，都是前提都是已经犯了。前条第八条里面的关于刑法的那些罪，已经犯了那些罪，而有恐吓。第二款哈，他那个已哈，不是已经的已，是哦，已说犯什么什么什么，对，已用犯那个罪，用那个行为作为他设立目的，所以他就是一开始就宣称我的血被来做恐怖活动的，嗯，他是这样子宣称。那这个第二款还看得懂，嗯、就是他这个目这个恐怖团体。他一开始就宣告他是一个恐怖团体，好像不是这样。如果是二款是这个意思，二款是这个意思，二款他的对不对？要问一下法务。二款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宣称他就是一个恐怖团体，现在就看不懂，就是三款啊，三款。好，他说是一个，我们先处理这个三款这个慈善团体，慈善团体怎么转变成恐怖团体？在什么阶段会变成恐怖团体？一个阶段不一样，一个是乙。第三款是乙犯，犯前的是儿童的。这个组织，这个团体，以这个为目的的组织，恐吓，哦，学佛。团体，还是郭组长，你解释一下好了。你要修正，显然你有看懂。好，请法制局，啊，又，法制局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审查报告就有发现了。那因为他第八条又改了啦，现在问题在第八条改了之后，他的第九条没有去配合修正啦，那所以第三款才会有刚刚雇员质疑的，刚刚雇员的问题。第二款他的目的解释很清楚，但第三款就会不知道他到底要落到哪个规范范围，还是说他本来就会在修正之后的第八条的函涉范围内，所以第三款是不用，就根本就不用增订的，直接可以删除了。这要看法务部自己当初的认知是什么。我其实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们把第二款加法人或团体的话，那么二款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慈善团体，可是他一旦被你认定是以犯这个罪而达到这个设立目的的实质的话，就他虽然宣称是一个慈善团体，可是你们已经认定他是以犯这个什么之罪，而恐吓作为其真正的设立目的的话的团体，一样可以落入二款吗？不行吗？我是这么觉得啦。那你把二款团体把它加一个法人或团体啊，这样不就好了？
他虽然是一个法人，但是他披着法人的外衣，但实际上他是做这个就可以了。那团体本来就，所以你不要去举一个什么慈善团体做例，慈善团体他如果一直包着慈善团体的外衣，那外人都不知道他在恐怖，要实质实行恐怖活动，我去赞助他，那你要判我这个也不公平嘛，对不对？对，某慈善团体，那我一直认为他是慈善团体，那我是资助他，我要判五年以下，这也没这种道理吧？一定是已经被外界认定他是实质在从事恐怖活动啊。所以是不是三款可以拿掉，二款就加法人或团体就可以？如果还不放心的话，要不要写说为其实质设立目的？就是说，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有组织，为其实质设立目的是法人或团体。这样不就涵盖了你刚刚讲那个慈善团体的那个外衣，披着羊皮的狼？法务部，这个第三款你们好像一直在强调说其行为或计划了，但是这样会不清楚。就是说第二款很清楚了，我们知道说它是为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些事的这样的团体，但是第三款就你要再把它，你是想要把它区分开来。虽然它设立的目的不是要作为恐怖组织，但是它用一个假的这个名称，然后但是要去做，已经要做那个计划，恐怖攻击的计划跟行为。那你要判断那个行为跟计划，就是要实质要去做这种恐怖主义的工作啊。这个时候你去资助他，啊，他们是想要这样子，但是好像是讲不清楚出来啊，讲不出。法务部，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意思？报告委员，因为第三款它有包括到个人，那个人他比较不会有设立目的啊，所以当初才会在文字上面。第二款跟第三款做不一样的调整。那刚刚讲的是说，这个慈善团体它可能是长期的捐赠，跟这个慈善团体它有一个叫101捐助计划。我今天是捐101捐助计划，我不是捐给这个团体，这种情况会落到第八。但是如果我是捐给这个某慈善团体，但是它实质上是在做的时候，它会出现在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那这两个会觉得有一样，是因为刚刚都锁定在团体，但是第二款的情况只会适用在团体，第三款的情况它因为还包括个人，所以它不会有一个实质设立目的。那所以文字当初没有这样做处理，这部分再请委员多指教，谢谢委员。第八条已经改。八条也是在资助吗？你现在那个个人的部分，你以说他是团体或个人来做区隔，那你一个五年以下，一个七年以下，你要怎么办？对呀，是不是暂保？好，这个休息一下，好，要再想一下。好，那个第九条我们暂行保留哈。第十条有没有修正动议？没有修正动议，我们是不是就按照行政院的提案通过？好，第十一条有没有修正动议？没有修正动议，我们。就按照行政院的提案通过。第十二条有没有修正动议？没有，我们就按照这个行政院的提案通过。第十三条就是我们
有就是把原来第四条的是的后最后项，第六条，嗯，第六条的最后一项，我们移到这个十三条来哈。修正动议二，上面有关于第六项。修正动议二。第十三条是有关于行政救济的动议哈。好，所以有法务部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修正动议的二的条文通过第十三条哈。是吗？好。这个列为十三条的。没有了，他已经有另外一个修正动议了，有。好，那第十四条，哈，第十四条就是，之前的哈，我们把第六条的最后一项移过来变成，对不对？好，对第十四条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等一下。那我想要请教法务部哈，这里就是说第十四条那个对于大陆地区港澳。自恐防治准用权项的规定，那跟中国定一个这样的一个防恐的这个计的协定，会不会到时候他们把这个所谓的疆独、藏独全部都列进来？谢谢委员的一个指教哈。关于这个委员所提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有定的这样一个协定的话，将来还是要再回到说，我们第四条这边有主管机关依照法务部调查局提报，或者是依照职权，我们还是要再经过行政院的要经过这审议会来决定以后，才能够要不要才能够决定说要不要列进。这里我们所称的制裁名单，所以并不会像委员刚刚所担心的那个情形哈。那在这里跟委员做这样补充说明，谢谢。好，针对第十四条，是啊，你那个第四条第二项。因为你会认定的比较是在第四条的第一款嘛，那在第二款的话已经有国际协定，就是我们已经跟中国定了这样的一个协定，然后它里面就是把疆独、藏独、台独都列进去，那这样子的这个有审议委员会有审酌的余地吗？跟委员报告，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经由审议会这边来做审议之后再来做决定。那如果是经由联合国所提报的名单的部分，才是完全没有审酌的一个余地。是，谢谢。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订一个互惠的那个反恐的这个签订这个协定啊，那除了安理会公布的那一些公认的恐怖名单之外啊，他们的恐怖名单，他们有自己的另外恐怖名单啊，我们有自己审议会所订出来的恐怖名单可以不同，是吧？我们订我们的啊，他们是订他们的。是不是是这样？这样行得通吗？那个协定签得成吗？不是吧？如果联合国确定了之后，我们没有审议的空间吧？
你们条文看起来是这样吧？第五条的部分的话，如果是经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知恐相关的决议及其后续的决议所指定的话，那我们是应该要来做遵守的。对啊，你就没有空间啊。但是如果是大陆方面，我们台湾自己有。对大陆方面，他们所认定的恐怖分子、恐怖主义的部分，不见得会就是落到联合国他所指定的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范围里面。那我假设一个状况，如果藏独的人，他现在某一年开始，我们比喻啦，他去华盛顿，啊、哦，或是美国大城市，他去引起做任何类似我们所规定的任何行为，引起国际的注意，那你觉得联合国有没有可能把他列入？他在美国本土啊，一连串啊，有没有可能？这个部分有牵涉到美国的相关问题。坦白讲，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说是情形会是如何。那在座就是有国土办还有国家安全局的，他们应该其实比我们更清楚。好，那这部分我们只是依照原来我们自己所拟的草案文字的话，第五条是可以讲说是没有选择余地，那第四条的部分应该是可以有再行斟酌。所以就是刚刚跟委员说明的，如果大陆即使是我们将来跟大陆订立了这样一个协定，但是大陆他们所认定的恐怖分子、恐怖组织，不见得就是会落入到跟联合国所认定的是一样。那至于刚刚张委员所提的部分，那他们实在是很抱歉，这个我比较没有办法来加以说明。如果以我们现在这个知恐法通过的话，只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我们就认定了。如不管他藏独这样，对哈，就是未来如果被认定，我们就会跟着认定他是恐怖主义了。是，但是那个就是要安理会确认。是这样。是，对不起，那我可以跟委员来说明一下，就是刚刚行政院国土办有提供一个资料给我们，就是刚刚委员所关心的藏独的部分，其实根据这提供的资料，它并不是跟我们并不在安理会所列的名单之内。对，谢谢。好，有委员哈，针对这个还有没有疑虑？就是说第二项这一部分，好像他这样讲，好像是就他们的名单，我们不一定要接受的了，除非是安理会的名单呢。好，你们那个第二项如果不写呢？四条的第二项不写。十四条第二项，向委员报告，因为这个知恐的国际合作，它有一个是联合国的机制，是在第五条；那另外一个是多边或双边的合作机制，就是放在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那事实上，行政院把这个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的时候，像澳洲他们就非常关心，所以他有特别拜会行政院，请我们去说明一下，照我们这个草案能不能够未来提供一个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机制。那上次我们也有说，照这个FATF 的四十项建议，它是鼓励各国做双边或多边的知恐的名单的合作。那所以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这个法源依据，对我们在双边或多边的合作上就有它的必要性。那再请委员指教。再讲，你回答的好像不是你问的问题。我现在讲十四条的第二项不用嘛？我现在讲十四条的第二项。不是第四条，他们听成第四条。十四条的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大陆地区跟香港、澳门可以不要写吗？谢谢委员。十四条的部分主要是本来知恐和洗房它的合作都是在金流上合作，所以我们在原本的洗钱防治法有这样的一个法源依据。那在开跨部会研商会议的时候，大家都有提到这个洗钱或知恐，它其实
在各国的合作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把这个法源依据放在洗房法的修正草案。但是因为后来资恐草案另外有定一个专法，那就变成以后在各国的合作，它在金流的处理上会依照金流目的有洗钱或资恐而有不同。那如果资恐法上面没有像这样的第二项，但是洗房法有这个第二项的话，以后在大陆港澳地区的金流部分的合作，它就只能限于洗钱，就没有包括资恐，所以这个第二项的必要性是在这里。好，蔡委员，哎，蔡宜委员，哎，我是跟着顾律师的问题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特别去把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准用的话，基本上我们要跟中国去签订这样的一个资恐的一个协定。也是要经过立法院嘛，而且未来不用吗？还是要啊，还是要这样经过立法院。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移除，就不用特别去讲它。那之后也是看我们跟中国的进一步的一个谈判的结论，再来看这个条约。而且我们把它拿掉，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今天要定的一个资恐防治法的整体的一个精神嘛，因为拿掉并不是代表我们就把中国、香港、澳门把它排除，应该是未必是这样。请教法务部，如果第二项拿掉，第一个符不符合国际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把这个大陆跟港澳地区这一部分拿掉，好，这是第一个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影响将来我们跟大陆或香港、澳门签订共同反恐的这个协定，会不会因为没有这几个文字，因为大陆他会认为说我跟你不是国跟国啊，这个就回到这个问题了，因为第一项里面是对他国嘛，啊，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去订协定，只是说未必就要跟。我现在就问他们，看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 OK 嘛，可以去掉嘛，就是说将来我们要跟港澳大陆订反恐协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法源里面没有特别写这个大陆地区的这个规定，好，请法务部回答。那我们能不能请这个陆委会哦，跟洗钱防治中心哦，我们来回答一下，好不好？跟主办中心，对，请陆委会。哎，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因为这一条主要是对于资金的这一个资恐的部分呐，那其实这一个跟大陆地区、港澳要订协议，甚至现在的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协议里面，其实对恐怖活动里面是列为一个打击的对象标的，但是对于这一个资金的恐怖的部分呢，在这个法案里面是要让它有一个授权的一个法源依据啊。那我们是会尊重法务部还有这一个洗钱防治中心他们实务单位执行需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法源依据在这个地方，谢谢。这样是什么意思？是这一项如果没有也可以订那个协议，因为是可以订协定，那就 OK 啊，哦，有没有问题？洗钱防治中心好不好？好，请洗钱防治中心。请单副处长。有关这个跟这个境外签订那个反洗钱相关协定部分啊，现在洗钱法是没有问题，是可以做。可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跟中国大陆、跟香港、跟澳门都还没有订立过类似的协定，所以说那现在在洗钱防治法虽然有规范说可以跟这些国家 FIU 签订这个相关的互助的备忘协定，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任何签署过任何协定。那至于这在这个反资恐法的部分的话，当然反资恐法又是更进一步来做了。如果说有协定，当然是应该是比较有适合我们将来来做的时候比较没有争议啊。那至于说有关的签订的这个内容部分的话，我想应该还不会脱离到目前的这个洗房法的一个相关范围，基本上当然它可能是范围是稍微多一点，增加所谓反资恐部分。可实务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跟中国大陆或香港或澳门要签订这样的协定。报以上报完毕。郭委员，你有没有很坚持的第二项要把它删掉？你
删掉也无妨，也无妨哦。好，这个他们将来是他们要去协签协定的人是法务部你们哦，所以你们如果确定 OK 就第二项。哦，次长你可能再回答一下。我们当时啊、哦、有跟那个陆委会啊、哦、跟他们开过会了啊、哦，我们把他意见来说明一下啊、哦。报告委员，我们当初在洗房法的开会当中，陆委会有建议说，我们希望在洗房法上面也有可以在像这样子两岸的部分签一个法源，就签协定的法源依据。那所以我们洗房法后来就加了这一条。那可是因为资控法后来独立拉出来，那法制局有建议说，这个部分是不是在资控的部分也能够有一个签协定的法源依据？所以我们就比照洗房法的部分定一模一样条文，但是在两岸还有陆港澳地区的部分，透过第二项用准用的方式，就是他不跟外，他没有把它写在第一项跟这个外国政府来并列。那这个法律的，定立模式大概是参考目前我们的相关条文的规定，包括自由港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贪污治罪条例、营业秘密法等规定来设这个文字。那这个部分主要是让以后不管是双边或者是跟港澳地区在签这个依据的时候也有一个授权，那再请委员多指教。要三吗？第二项 ，OK。其实我们应该签这些协定条约，其实是不需要授权也可以定的、啊。现在要定的唯一的依据，就是说他们去这个反恐这个大会，资助反恐大会的时候，就是去有一个讲法嘛。那这样的话，没有第二项，有第二项应该没差嘛。好，哎，报告主席，报告委员哦。这个如果陆委会啊、哦、没有意见的话，我们法务部也没有意见的。好 ，OK、哎。我们当时就尊重陆委会的意见来衍生而来的。好，那如果这样，我们第二项哈、哦、条文就把它删除。好，这是第十四条，我们就修正，按照修正动议。再修正通过哈。第十五条，就这是原来的第十三条，所以还是变成修正动议。修正动议二的第十五条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修正动议二通过。我们回到第九条。没有其他修正动议，就是刚刚的问题再厘清一次，就是就八条九条之间第九条的第一项的第三款，要不要考虑？就是说，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之个人，那然后第一项的第二款。就改成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恐吓什么什么为其设立目的之法人或团体。我的意思哈，我把它讲意思再讲一遍，就是说你的第二款哈，你就一定是要认定它是一个作为恐怖活动为设立目的的法人或团体嘛。这第二款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他的设立目的就是法人或团体了嘛。那所以你明知道他是这样的法人或团体，你资助他才会有罪嘛，对不对？那你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那个人啊，那你认为个人还有一个空档，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有一个具体活动或计划嘛，对不对？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他是以作为恐怖活动的一个目的的一个去实行的这一个恐怖活动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个人嘛，那是不是如果你坚持一定要有第三款的话，
那是不是就写说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达到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之个人呢、啊？我本来是说哈，以犯什么什么什么之个人、法人或团体的，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哈，如果这里第三款还是留着法人或团体哦，跟第二款根本分不清楚，我是觉得分不清楚了。我真的觉得分不清楚，就是说你的第二款跟第三款如果都是在讲目的的话，都是在讲他是要有这个目的的话，那其实二款也是这个目的啊，二款也是这个目的啊。三款跟二款的法人或团体的区隔到底在哪里？你一直讲说一个是就是一开始就宣称是这个目的，三款讲的是指说他是慈善团体，然后他挂羊头卖狗肉去做这个恐怖活动的目的，但是他就是一定要被认定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你才有可能被才有可能处罚那个资助他的人啊，不是吗？我不会坚持说你后面的那个个人、法人或团体都一定要拿掉了，那你就前面写成说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之个人、法人或团体了。没有，第八条它的差别是说，第八条的差别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他有一个实行那个各款之罪，然后有一个，而且还要死亡、严重伤害，然后而有一个具体的，有这个已引起人员死亡或重伤，对，这个是不一样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具体的计划或活动啊，那他是比较要件是比较严格一点，要件比较严格一点啊。因为这个法条这个规定错综复杂，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研究一下？好，因为我们贸然的这个好，那我们先休息，好，现在先休息。我们研究一下。不，这个还是今天希望啦，今天把它研究清楚了哈。我们好不容易也那么多委员在这里了哈，只剩下这一条，是。好，那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好。但是他有这种行为出现的，他要有什么行为出现？你看他这计划跟行为，哦，八条也是一样啊，他也是要达到引起人家的意见。第八条对，我们修改过的第八条。他那个其实是具体计
把那个计划拿掉，只是活动，然后第九条规范的是他的计划，这样。如果要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接受。我不晓得，因为看起来，因为你这个是重复的是计划嘛。没有啦，我是顺着，没有啦，我只是顺着这个话讲，就是因为他现在第八条讲的又有计划又有活动嘛，但第九条讲的都是他的在规划的阶段，看起来是这样。对了，当然第八条当然是比较重的，就是它足以造成死亡或重伤，那所以它是罪行重。第八条是，第九条是没有。顾委员，我请教你，第八条的明知他人，他人包括法人，还是指自然人而已？他人包括法人，是包括了，所以个人、团体、法人都包括。OK， 所以这个字跟这边的用三个名称，其实意思一样的，因为他第八条、第九条就又特别的用三个名称，叫做个人、法人、团体。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是个人，对，有无法的那这个他人就很广，就只要是都可以外的人都是他人。有实行这种计划的，不管是谁，不管是公司，也都是算会涵盖在里面，对不对？好 ，OK， 所以这个没有这样的差别。我们是知道他说二款三款哦，他想要分辨的意思。二款是说，他这个设立目的就已经很清楚了。那这个比较了解。这个很容易了解。第三款是说，第三款设立目的不明显，但是他这个行为计划可能是要去做这种事哦。那这时候你还资助他？对。这样他到底要到什么行？或者到什么计划？那你要不要知悉，对不对？资助他的人如果不知情，知悉要知道他的计划。对啊，不然也要知道他的行为啊。那这样就落入到第八条了。就明知了。对呀、啊。所以就会回去到第八条去了。对、啊、就更严重了。那这个讲不清楚。然后第八条改成这样，就第九条，他本来的逻辑还算很清楚。第八条，我刚刚看到原来的第八条有两条，可能是事实。没有第八条，他原来的也讲讲，他也觉得。要去做这些事，是说他知道他要做这个，本来他还讲了半天，所以这样他也承认他讲的意思是这样，以后他就跟第九条的乱掉。对，因为第八条他本来也讲不清楚，大家也看不太懂。原来的第八条收集什么？他十分钟搞不出来了，我是觉得他们一定搞不出来，因为我光十分钟出来可以，我一定如果请坐的单可以。好，那我们就继续休息。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应该这样。 重大伤害，这两个要件，第九条没有。也没有啊。具体的计划。对了，具体计划。重大伤害。对啊。那但是那个也是判断而已啊。可能引起重大伤亡，那个是也是一种判断，因为也不是事实。 具体计划，引起人员死亡或严重身体。
伤害，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有目的嘛，但是第二个就是说我这个计划没有不一定会引起，可能没有引起人员死亡或身体受伤，可能是让你不方便，譬如说瘫痪你的交通，对不对？瘫痪你的交通。所以这个可能是落在第一条。他那个计划活动，对了，第二款比较轻，是吧？第二款是只说得高调，得高调。第二款哦，是他没有说具体的计划哦，他只是设立的目的是那样的目的哦，按那种一个自治的比赛，虽然他没有一个爆炸计划，他这样分治也可以了，就一个是目的是被列为系统部分，他那个就是把没有被列的，对，但是如果这样讲的话也不会，就是轻重分治，对，而且三款就是因为他把比较模糊的。第三款是比较麻烦。第三款那个行为或计划跟第八条的区别是说，你有没有达到严重或者是重伤嘛？但是那个又那个很不重要，因为都是未发生，都是计划而已。其实，不，但是还是可以区分啊。就是你说瘫痪交通，瘫痪交通。OK，对啊。他计划那个，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瘫痪你的交通，比如说我这样发动，对，我没绑他，对，我。这个这样有恐怖主义为目的，确实跟第八条是会有混淆之余，骑车算不算运动？我在骑小东路那边交通工具。我五年稍后过去。中山南路跟台湾南路中间乱讲。它上面有个天桥。你们那么恩爱。有个天桥。你们那感情很好的。对，有一个难得感情好的。好，其实不会的，从他的 FB 看起来，这个目的就罢了。罢了，我罢了。他说以犯前条什么什么而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就是之目的或其他计划。这样是举例，好，模拟嘛。对了，模拟说哪种行为，不同行为层次，还用不同的条款落入到第八条。我你看看，第八条的区别就是你会有发现死亡或者是重伤这样的计划，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那个计划，有就是他没有到那个程度，比如说破坏金融秩序，哦，或者是说曝光你的裸照，或者什么，有没有这种？没有啊，就是要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曝光的。这样区别啊？比如说曝光你的个资，或是有没有这样？
好，我们继续审查第九条。这个那一份直接没有，马上下面去。没有，我这一份给你。好，这个是啊。第九条哈，主要焦点还是在于第一项第三款这一部分哈，有没有办法厘清跟第八条所规范的行为有所区别？那毛部这边，你们还是坚持说这个有必要保留这个第三款哈？那到底那个行为跟第八条的行为的不同是怎么样的不同？因为这举例说明一下，有不同程度。度的严重性嘛，因为第八条是最严重的嘛，比较严重的。报告主席，很感谢主席给我们点时间哦，我们在那个准备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对案啊。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改成这样子啊，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啊，那我们以那个刚刚顾委员的这个提案为这个为本哈、哦，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或其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那个我们这个举例案例的话，我们请我们承办人来跟各位做个报告。好，请。报告委员，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像现在某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它在设立当初，它也跟这个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都没有关系，所以它不会落在第九条第一项第二款。那但是这个基金会它可能开了30次的董监事会，它要炸掉台湾的某个重要景点，那所以它开了一个专户，它可能开一个101。这个101专户，那欢迎各界就是捐这个善款过来。那实际上他这个专户的目的是要做这个炸101使用。那所以如果我的资金连结是跟这个专户做连结，跟这个活动做连结，会落在第八条。但是如果我是长期知道这个基金会都一直是在做这样的计划或活动，可是我是长期的资助这个基金会。那我会落在第九条第一项的第三款，所以这个再讲一次，对，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开我这个，这要怎么举哪个基金会？比如说我是飞翔基金会，我这个飞翔基金会实际上我就是在做这个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的行为。那也被发现到，那实际上有长期资助我这个基金会的人会落在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但是我这个基金会今天可能另外开了一个101专户，我这个赞助基金会的人不一定跟这个活动计划有关系，因为我可能有101专户，有这个228公园专户，我弄了好多的活动，可是当我的资金连结是连结到特定的活动的时候，我在处罚我会用在第八条来做处罚。但是如果我是长期资助这个飞翔基金会，我是长期资助飞翔基金会，我的资金连结没有跟他的特定活动有关，我只是知道这个基金会他一直都是在做相关的恐怖行为、恐怖活动，那我的资金连结是跟我这基金会有关的时候，我是落在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所以他的第二款吧。第三款，我觉得就按照刚刚念的文字，那个“其”两个“其”那个字拿掉就好了啦。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或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啦，这样好不好？这样的话，大概意思我觉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人是一开始就宣称他是设立目的是什么的，那你们的意思是说，另外有一种人是宣称没有这个，不是这个设立目的，但是他就是以犯这个罪而达到这个恐吓的目的或有这个计划，那跟第八条我们可以解释上就是说，因为第八条还要达到什么致人死啦，或者是什么重伤啦，然后的这样子的一个，而且要具体。这样子，我想勉强就这样子区隔好了吧？那以后怎么用？我看哦，不然今天好，请法务部把文字
论一次以后再念一次。嗯。老实讲，我是感觉无啥不太。好，好，感谢委员的指教啊、哦！我们现在准备把它修正成这样子啊、哦：三啊、哦，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或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好，好。不用，我们就按照法务部的版本修正，哈、哦，通过这样子，就我们就不用再写修正动议了，哈、哦。好，我再念一次啊、哦，以犯前条第一项各款之罪，而达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顿号外国政府）（顿号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或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哦，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法务部的版本修正通过。OK， 好，那这个就全部通过了。哎、欸，对，好，这边来，但是有一个啊，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附带决议在哪里？你就照这样念就好了。嗯、哦，现在是、哦、现在有问题。知恐防治法好，知恐防治法草案已经处理完毕。好，那另外我们还要请法务部补充所有我们修正后的立法理由，哦，该修正的立法理由那边也要跟着修正，哦，全部都要做修正。如有委员提出附带决议。好，现在我们有一个附带决议，请宣读。对，主席报告，他们委员告已修正，所以我时间照一年原修正。好 ，OK。有宣告要全部修改过，哎，对对对。附带决议 A， 为兼顾防治资恐、资助恐怖活动之目的及人权保障，于资恐防治法（下称本法）通过后。法务部及调查局因地勤统计，依本法第四条或第五条各项款提报或指定为制裁名单，及依本法第八条或第九条起诉之数量及类型，刊登于法务部统计年报中。司法院因定期统计，提起行政救济，检察官起诉后判决之种类及终结数量及终结情形，刊登于司法院统计年报中，并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提案人顾立雄、游美女、周春敏、张宏禄、蔡玉瑜、段宜康宣读完毕。各位委员是针对这个附带决议是否按照宣读的条文通过？有没有修正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法务部有没有意见？针对刚刚的附带决议，要提供名单啊这些事情。那个第八条那个立法理由啊，因为有越做修正哦，我们在这里还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可以吗？不用了、哦，决议了。好好好，好那个修正理由，可是刚刚附带理由，等一下也要好，我们先针对附带决议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意见？好像要提供一些资料了啊，没有。好，那我们附带决议就通过。那现在针对这个第八条的理由是。修法理由要做说明是吧？好，请说明。第八条这个，修正理由啊，因为刚刚这个条文有变动啊，所以我们把理由啊修正为：恐怖活动虽可能透过各种这个样态进行啊，不必然得与啊组织恐怖组织发动之攻击有直接关联之证明，唯为避免现行条文之适用范围过于广泛而量刮。或梁瓜与恐怖主义无关之单纯宗教性或政治性之活动或陈抗案件，原名列主观要件；又他人有实行恐怖活动之具体活动、具体计划活动，为本条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至于本条之客观条件，则系以处罚
直接或间接收集或提供财务或财产上利益之资助行为为主，并此续名。哎，这修正如下。好，针对这个立法理由的修正啊，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这样通过了哈。修正理由哈，好。安尼都无啊哦。本案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是否需交由党团协商？不需要啊、哦。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为周说明。附带决议一项一并提报院会处理。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各位啊、哦，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好 ，OK， 谢谢。好。